我是香港陈如记龙狮宅作的何汉章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舞狮啦，咁啊想做一只狮子俾自己，所以就去周围睇，学睇人哋点样画，点样做。做狮子啊，系我自己学翻嚟嘅。咁啊，事关你以前嗰啲师傅咧。就不会说怎样教你，你最多是上去看下学下，那你自己做咯。初时呢我就拿一只旧的狮子拆了它，再打个沙子，自己学画，慢慢慢慢画。但是呢画出来呢就不是真的很肉酸啊，不靓啦。第一只狮子应该是我记得是做给新加坡的。做到新加坡人家说哇这只狮子来的咩咁样。咁跟住之后就跟住自己慢慢再学再看。画到而家，咁我谂嗰阵时，我谂应该系两三年后先正式话卖狮头俾人。因为以前咧，我有个好 close 嘅兄弟咧，佢系做呢个龙狮宅作嘅，但系因为车祸唔喺度，咁我哋又想纪念下佢。所以我就一路用陳如記的名字用到現在。我希望我的獅子可以去多些地方啦，多些人認識啦，咁啊梗係好啦。